光是吧？对啊。对，因为这里面都是光不完的，我在。我代表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都没坐下来。没坐下来。来来来，往这个。因为这里面白的比较多，然后在旁边都是黄工，绿的就是几个白的，嗯，好啊，而且那个那个外口，现在就干面了，不，环形工厂比较麻烦，哎呦，买个炮楼吧。大主播要过来喎，啊！大主播。